首先感谢 MW Young 留言提醒， 1.06 版仍然可用暗杀方式直接秒杀幻影破戒僧。步骤一，准备中和药跟忍具物离压。步骤二，贴着最左边靠墙引幻影破戒僧出来，然后像色狼一样上去贴他屁股。步骤三，吃中和药让自己中毒，然后使用物理压跳起来，有出现红点就可以直接忍杀。如果没出现红点，多试几次，总有一天会成功。乌狗姐姐配音881。